唐明，而家系朝早六点钟，你仲瞓到脚脚声啊？我教咗今晚十二点，你会收到呢一段嘅录音。Sorry 啊，今年圣诞我冇买圣诞礼物俾你啊。不过六个月之后，你会收到另一份礼物。你要做爸爸啦！我寻日帮 B B 照咗超声波，系女嚟噶。啲人话女咧就系爸爸前一世嘅情人。唉，我到时候肯定会吓自己个女嘈啦。心，我做老豆啦。唐明啊，苏怡佢喺现场出咗意外啊。Sorry， 迟啲三枪嘅右下肺炎，吸八十五 ，B B 124/72，暂时要稳定咯。入好天，即入好天。唐明，苏怡点啊？佢右下肺炎俾铁丝插穿，个铁丝仲喺体内，而家喺 O T 嗰度准备紧。咁边个做唐明辅导啊 ？call 咗辉仔噶啦。佢 A 人依做埋啲手尾过嚟，唔使等辉仔啦，我同你试打一个做辅导，唔使啦，我通知咗 Doctor Wong， 完成佢嗰 part 之后，就到我做。Doctor Wong 系妇产科噶，关咩事啊？苏怡有咗 B B 啊，佢大量出血，血压好低，但系唔先同佢做人工流产嘅说话，做乜嘢修补手术都冇用。苏怡想麻醉之前见一见你，唔该你。麻烦一阵 ，Doctor Wong 嚟到之后，你叫佢入去。苏怡佢，我知啊，唔该你。点啊？听姑娘讲，你唔肯麻醉喎？听咗个录音未啊？听咗。份圣诞礼物，我好中意。会有啲麻烦，不过 B B 个爸爸系唐明，你两个一定冇事。瞓醒就冇事。帮佢麻醉。一齐数，由一数到十，好快就冇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哋而家开始帮病人进行人工流产手术。
啲人话女咧就系爸爸前一世嘅情人。唉，我到时候肯定会合自己个女嘈啦。所以你唔可以偏心，我同你个女都要有同等嘅份量，听唔听到啊？好啦，我唔阻住你帮我哋个女谂叫咩名啦。总之佢出世之前，你最少要俾10个名我拣。啊，仲有老公 ，Merry Christmas。